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候选人翁振洲成立新职后援会，包括中央及多位地方民代，还有近百位的乡亲都到场支持新人参选，不容忽视。不管是翁振洲还是别人吼，咱拢哦厝内底加一票好伊啦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新人会当稳啦。伊是新人，所以直接吼爱拜托大家，吼啊，感谢大家吼，咱新庄地区的这四大城啊。对于成立大会的地点就在琼泰路段上，也有多项问题亟待改善。翁振洲也提出个人参选的政见理念。这个后援会也是我第一个后援会的成立，新竹区是新庄的发源地，也是新庄最早的源头，所以希望在这边成立第一个后援会，从新庄的起点开始，扩散整个全新庄，好好的为新庄市民来服务。新人首度参选，现场出席造势大会的乡亲们并未受到天后影响，大家还是坚持到活动结束，希望用实际行动全力支持这位新生代的候选人能够顺利当选。记者黄佑贤新庄报道。